Summer camp 2019 has been awesome. It's great to connect with new skaters from all over China that have come to attend this summer camp, and it's amazing to see the level of progression of all the kids. Pop Trick 的场地非常少，听他们说，所以非常难得的机会能玩这种场地形。我在这里当教练，觉得非常的开心，我很珍惜在这里的5天的时间。 This camp is good. 因为在这个滑板夏令营里面，我不仅交到了很多朋友，而且锻炼了自己生活的自理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很多滑板的技巧。自己的表现也比较满意，就是还有一点点意犹未尽，感觉没有玩得太畅快，还想继续延伸。5天的夏令营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他们之后可以能滑得更久，滑得更好。 我想跟所有外教教练和其他教练说一句，我非常爱你们，我很谢谢你们。我要感谢我的教练，他们教会了我很多滑板技巧，也教会了我很多人生道理，要坚持到底才会成功。